个玩家有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七号、八号、九号、十一号。现在是30分，由七号玩家发言。七号玩家请先发言。哦，要了五号金水。那个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五号玩家他在今天这个比赛里已经进步很大了，因为五号玩家是第一盘唯一一个没有站对边的。第二盘虽然也没有站对边，但是有几个人跟他一起没站对边，所以就是算进步了。这一盘想通过我预言家比较好的发言让五号玩家站对一次边，就希望能加油。好吧，能加油。呵，五号玩家还在井上，那很难不跟我站边了，因为你是后缀井上呢，被我发个金水。警徽十和十二顺验，六号先不验了吧，就验十和十二。第一个发言没有什么特别可说的，我只希望跟我悍跳的那张狼就别再弄人家五号了，好吧？你别到时候，因为我真言家，我希望跟我悍跳那个狼别一会儿又给个什么五号金水，就没就真的过分了。因为五号玩家今天真的很不容易，第一盘、第二盘都没站对边，这已经很难受了，好吧？那个第三盘应该能站对了，好吧？五号玩家加油啊！然后就十和十二顺验，我第一个发言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其他的就没了，好吧，我就过了，嗯。八号玩家请发言。那个八号玩家发言啊，我刚才进行了一些肢体动作，然后想通过一些肢体动作来探究一些真相。因为七在发言的时候，五给了一些反馈嘛，然后我假装把这个麦带上了，准备一种就是要起跳，然后凝视着五这种感觉，告诉五可能我也要跳，我想看一下五给我的反馈。来判断就是五和七的这个身份。首先我不知道七是不是预言家啊，但我觉得五现在肯定是金水了，因为五给出的反馈很迷茫。然后我认为啊，经历了两局游戏的锻炼以后呢，他这种迷茫是短暂的，他可能最多也就是迷茫3到4个人的发言，可能到第5个人发言他就能想通，他差不多就能捋明白到底谁是预言家了。所以说这把我在先知位，我就说这么一句话，我这把对五很信任，我希望五给我一个站边的答案。你成长了，该是你发挥表现的时候，这局由你来开瑞，我过了。九号玩家请发言。我昨天晚上就是闭眼的时候，我想的是我想上井说，就是我觉得站错两把了，第三把肯定站不错，所以我想上井说，就是我今天就跟五站边。但转念一想，不，转念一想，因为我是第一把是平民，第二把预言家，然后这把是张好人牌，就我心想，不能还有一个人第一把是个好人，第二把也是个好人，第三把还是个好人，我心想，完了，这把要摸狼了，我这么想的。那这七起身给五发了一张金水，我暂且怀疑一下，因为七号玩家刚才出去的时候，这个12号可以作证啊，刚七号玩家出去的时候说了，第三把别搞五了，真的别搞五了，这五号玩家他心理承受能力不好，这第三把你们怎么着都别搞五了。他真的就是非常认真的，非常诚恳的，而且他是劝我，因为我说我要是第三把再拿个预言家，我能验五吗？他说你别验他，他真的承受不了，他很认真跟我说的。我当时觉得他是个好大哥，现在看来呢，我想定义的是五七共身份，就是我觉得可能七不太就是我比较想就是我在前置位先聊一聊嘛，我就想先打一打五七两个狼，你应该不介意吧？我就想先打一打五七两狼，因为我觉得七号玩家怎么能在这位置再继续这样呢？我就人性，这七号玩家真的这么泯灭人性吗？我就想探究七号玩家还有那么一点点残存的人性。那我们就看七号玩家他到底是有人性，他还是一个没有人性的预言家，对吧？他如果有人性，那他可能是一个狼；那他没有人性，他可能是一个预言家。我们就一会儿去找一下答案。然后以及五号玩家，我上一把拿预言家验金水，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想让你站对边，就是我想让你就是让游戏简单一点，但我没想到就是我不够真诚，没有打动你，我以后会再努力的。过十一号玩家请发言。哦，这个确实是跟九号玩家想到一块儿去了。都说了，千万别搞，都别搞五，我自己来。哎，五金水，哎，这种呢，嗯，
就是我觉得确实是武器得供个身份，我起码我现在没听到玩具枪发言，对吧？那我在高职位，我只能去盘这个，因为你俩是同身份，他可以给你定义身份，所以你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个，而且每一把都是金水，总有一把是对的吧？嗯，为了那个雪儿说的是什么？为了信仰冲一把。我井上那是必占七号玩家的哦，不管是什么东西先占七，那第一把他打我，我再占他，我没有那个 PD 什么东西的那个啊，哎那个好不好？我先占七，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跳，你们后面跳了一会儿，我井下要听到了再说过。一号玩家请发言。我站边七啊，我觉得七应该不会骗我，我觉得。像玩家是那个，就是网上不是有一个表情，就是拿这个放大镜，是一点人性都不会有的呀。然后我是觉得他不可能骗我，我是这么认为的。五号，我站边七号，然后后面二三四谁哦？如果是二跳的话，我可以收回刚才那些不恰当的言论嘛，对吧？因为毕竟没有看到二号小哥哥常年在井下的人来上来了。反正你肯定是要跳预言家的，对吧？这个也是肯定的。二和七跳我就再考虑一下，我二和七跳我需要考虑一下，但是如果三四和七跳我就占边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因为你说还搞七，因为七说了五是很容易生气的，这种东西个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就比如说九号玩家说五七是双狼，先打一下也没关系，我也不认为九一定是狼，反正我先站一下七，反正警上先站一下七，看一下七号玩家怎么弄嘛，对吧？我们是狼，我们也站边七，他也不能点我们，对吧？他点我们，我就干死他，别的没有了。然后我认为井下的六跟十，还有十二，反正里面还有肯定是有狼的，但我也不知道是谁。我是好人，好吧？我认为七不太会骗五，所以我认为五七是同身份且都是好人，别的没有什么了。如果二起跳的话，我听一下。好吧，反正别人起跳我暂时是不信的，除非七号玩家发言有很大的纰漏，他发言也没发啥，那无所谓，他仅会留十跟十二，他自会给我们定义嘛。好吧，别的没有了，过了。二号玩家请发言。我觉得反正我不是预言家啊，我觉得上把游戏当然好人已经很厉害了，是吧？七八三四四个狼我们已经坚持到最后了，就很厉害了。然后说点啥呢，就一个人去跳预言家，那就听后边呗，我也没啥好说的，过了。那个自爆了。八号玩家选择自爆，直接进入黑夜，天黑请闭眼。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这个欢迎欢迎，突如其来的自爆啊。你目前标哪几个人啊？我没有标什么，我觉得一号很像道哥。我听好几个人都这样，你觉得一像狼是吧？对，你刚才说了一像狼。因为我们也盘到七不可能再骗五了，嗯，对吧？但是有可能五七是七五是两个狼了，七号玩家跟这些狼同伴五号玩家发金锤，让大家觉得这把他又在骗他。对他七号玩家又是好人，对吧？之类的。对，但是一号玩家没有这个思考的，他觉得五一定对七不能骗五，所以他站边七。嗯。所以他思考量很像一个倒钩单边的倒钩狼这种。嗯，我觉得一号很像狼。那你觉得井上汉跳威是谁啊？因为他这位置二也没跳，后面好像三上井了没有？三是不是没？三好像没上井啊，是不是后面是四呀、啊？好像是吧。四五也在后面，就是井上后置位的金水嘛。嗯。上四。那还有个可能，真是在骗五号玩家是个预言家，但是这板子是那个狼枪守卫。哎，我想问问，我一直特别想问，就是弹幕我也想问，就是在玩狼枪的板子的时候，你们是主张？好吧，现场已经好了，等一下再问吧，先回去吧。稍等，稍等哦，稍等，他没转过来呢。一号玩家选择自爆，昨夜五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本局由于双爆没有警徽，直接进入黑夜，天黑请闭眼。
啊，一号玩家自爆了，这是一个哎很罕见的，这不是狼枪守卫的板子吗？居然出现了两个小狼先行自爆的这么一个局，一是狼吧？对，对吧？我说了一号玩家发言很像狼，裁判还是厉害啊。五号玩家单死是不是？五单死，有点搞不清楚啊，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我觉得八号玩家自爆的话，应该是找到身份了吧之类的。因为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就是，那五单死的话，可能七就是狼了呗。七是狼，狼枪起跳嘛？你是说，因为爆的人是没有先杀七，就先杀五，可能是发到就发到，因为有守卫呀、啊，也有可能。那守卫你也杀个七，不行再砍个七啊。万一守卫没有守七，今天他跨过去刀五，刀五再刀七，再刀个平安夜，不是还要爆个狼吗？那好了，我们天亮了，先回去吧。好，昨夜平安夜，由于本局没有警长，现在是40分。四号玩家请先发言。过了。六号玩家请发言。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七号玩家是预言家的，除非如果有对跳也就在二三四里面，但是四号玩家喊过那就在二三里面嘛，如果有对跳就听，没有对跳就听验人了，好吧。报了两张狼人一八，场上还有两张，过了。七号玩家请发言。哦，我就是按照十和十二的这个流的，就是都是金水啊，因为我不可能该警徽流嘛。那八号自爆，我觉得他不想让他自己狼同伴跳了嘛，到后面一号自爆，那说明二三四里面有狼。三号玩家，二号玩家当时已经发过言了，所以三四里面有狼，那三四里面投问我过了。九号玩家请发言。哎，其实还有一个可能，五是个预言家，因为五还没警上还没发言呢。但因为这今天是平安夜，就有可能狼刀了七，然后守到七，所以七有可能是个预言家。但是他其实他胆子挺大的，发了12两金水呢，所以他位置还坑还挺死的，他只能去，而且他不太能打到张二，就等于他要，因为我这个位置我上好人牌，对我来说他的坑只能去打11、3、4、6，对我来说。井上我唯一觉得人家十一号我总定错他身份，所以我也不是很想这个位置打十一，但我就先说一句，我觉得井上十一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情感有哪里怪怪的，其他的三四我都没听出来。二你也不可能说二号玩家是井上，那他干嘛的突然间上井了，也没解释也没说为什么上井，然后二在那里其实我觉得他发言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他突然上井了他自己也没说为什么，我是觉得还是聊一聊，那既然没有人要自爆，那还是多聊聊。我井上那个发言的意思，其实我是不太能接受七起身还去给五发金水的，因为大家开场的时候也说了那些事儿的，那你拿个预言家，你现在我暂认七是个预言家的情况下，你是怎么没有勇气去验五的呀？就不管是个金水还是个查杀验出来，这多尴尬呀，我是觉得挺尴尬的。而且你自己叫我们不能这么干，你自己这么干，我觉得真那果然是个没有人性的，没事过，我是个好人。十号玩家请发言。那是哪个守卫这么牛逼呀？是哪个守卫守的平安夜呀？过。十一号玩家请发言。不能是我。哦，不是我，不是。哎呀，不然我的脚也已经搁到桌子上发言了。好了好了，那我们就在三四里出吧，好吧。虽然是给了你们两个金水儿，但是我也是好人啊，就是井上二号玩家确实是没有起跳，那三四里面投吧，好不好？我刚因为我前面出局了，然后我就听耿雪儿定三号玩家身份，还蛮准的嘞，因为我刚刚完全没有发现三号玩家是个狼人，就打死我也没信，因为我当时听的只有一点点发言。所以六号玩家定三，我想听听六号玩家聊。哦，对不起，六号玩家发过言了，越聊越爆了啊！嗯，坐在守卫旁边有点要小压力了啊。那个，我是个好人，是个好人，我三四里头，好吧？因为是这样，因为牛肉干呢，我本来是想点牛肉干的，但是牛肉干他发言直接说了个过，所以我会去听王家萌的发言。王家萌如果发言不好，我可能会投王家萌，好吧？过了。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到这儿不由得多想一想了，会不会是因为让二号玩家起跳他没跳，八号玩家生气了呢？也是有这样的原因的。剩下两个三个的在那儿，我看着如果是这个，这么讲可能不太好，但是如果是一三一二三他们是狼的话，我建议你们直接交牌啊。过了。二号玩家请发言。说一下啊，不是狼。这个果然啊，第六届京城大师赛这个冠军确实是厉害，确实是厉害，确实是牛逼。完了这个我就说一下，就是我帮你们回忆一下，井上一号玩家对我二号玩家说的是什么。如果你二号起跳的话，我会站你的边。如果我是一个狼，我这点素养还是有的，我肯定就起跳了。嗯，干干知道是吧？然后牛肉干干，嗯，我也悍跳过，所以如果我是个狼，我刚才那个位置肯定就起跳了。然后那就一个一个出呗，一个一个往外扔。十号、十二号金水，九号听发言就是好人，十一号大美女不知道，不知道，我是个好人。四号直接说过了，那肯定。面是稍微好一点的嘛，着急让七号玩家报验人嘛，六号还在那说一大堆，那你怕不是个狼吧？三号出谁呢？出谁呢？反正走了俩了嘛，走了两个狼，一个进水儿，嗯，确实优秀，十号确实优秀。不知道，我是个好人，我希望七号能够认下我，然后也别来验我。嗯，然后去，反正你今天晚上肯定就倒牌了，我感觉。哎，去他妈的！我是守卫，我是守卫，我守的这个七号。嗯，没事，十号不用穿衣服，没关系。我是守卫，我第一天空守，第二天自守，第三天守的这个七号。然后因为有人怀疑我嘛，所以我就直接拍身份了。然后那就明着玩呗，反正走了两个狼，一个好人，完了剩下的人就一个一个往外扔，过来。是这样啊，就是在二号发言，八号爆了。其实我如果是那轮要发言的话，我起来会猛打这个四的，就是因为我是好人，所以我一定会说呢，你四号是什么身份，对吧？五号是那边预言家给了个金水，井上后面还没发言呢，那我肯定会猛打你四。我感觉有点像是可能没沟通好吧，我觉得二号应该是个狼枪，因为从前几轮你看前两轮都不上井，第三轮突然上井了，十号那边是一直在上井，十号突然没上，一号都没有聊这个，最开始都没有聊这两个这么刺眼的问题，上来就开始说五七啊，这五号的问题。我觉得以一号的视野应该不会说看不到二号这么大一个上井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他不说，所以我感觉那如果说投票出谁呢，我三四里面一定出狼，对不对？我是个好人牌，出他晚上我吃个大犊子，明天一样玩，是这个意思吧？那我就一块死呗，拉着过。四号玩家请发言。不好意思。好，由于本局没有警长，现在进行自由投票，所有玩家在我到时候开始投票，慢局无效。三二一，请投票。二号、四号、六号、十号、十一、十二，投给三号。三号投给四号，七号投给四号。九号投给六号，本轮三号玩家出局，请留言。对不起，不是好人。好，那您走，您加油。所有玩家，天黑请闭眼。欢迎回来，我没听清楚这个三号玩家的遗言是什么。他认错嘛，他出局了。哎呀，他主要是打了二，二敢跟那个十号玩家立守卫，二肯定大概率就是守卫了。三号玩家说二是个狼枪，嗯，所以你看大家都投了三，对吧？嗯嗯，三不应该打二，嗯，四应该是狼，三的遗言不像狼了，票选出来四应该是狼，嗯，可是他上来喊过，有点像。还有一个投了个六的，投六是谁啊？那个九投了六，哦，那四是狼。四四狼有可能三七，反正投的是四，然后二四六十十一全都投的是三。嗯，哎，我刚才一直想问，没问成功的，就是狼枪守卫的板子，大家玩的时候会
主张让小狼弃跳还是狼枪弃跳啊？如果是你呢？我是小狼弃跳，我从来不让狼枪弃跳。对啊，我自己个人习惯也是小狼弃跳、嗯，就是感觉好像能打的操作稍微。不过你看，本来狼他们的格式有点崩的，但是因为歪哥在前面发言吧，报了亲嘴后没有明确的归票，没拿警徽，所以屯哥那个好人，其实他们这个应该自爆的，对吧？刀法有问题，我就想，为什么跨过五去刀七，先跨个七刀五，有可能再刀个平安宴出来的，嗯，对吧？好了，我们天亮了，先回。昨夜七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现在是50分，请二号玩家开始发言。那就把四扔了呗，因为是三告诉我让我出四的，四是个狼枪吧，因为三说的出四，我觉得四应该就是那个狼枪，虽然女巫没有开毒，那这个怎么整呢？女巫怎么把这种难题交给了这种场上的，交给了大家呢？我这接受不了啊！昨天晚上自首的，因为我觉得，哎，可能不该自首。因为我觉得狼人有可能觉得劣势比较大，可能过来刀个我，所以我就自首了。然后，哎，怎么整呢？初四嘛，初四，过了。四号玩家请发言。为什么出？因为七最后投了我们，他比的是三吧？这很容易看混的，他的角度这。那五是预言家呀，那五是预言家，七把五砍了，那十二跟七有狼，七自刀做12金刚狼，没有是个狼，是什么玩意儿啊？七号玩家是我证实一下，九号玩家说的是真的，当时我们在休息室，七号玩家说都别厌五了，别搞人家心态了，然后我就想，本来定的确实是我来起跳，我是不会自爆的，我是不是狼枪？你们猜一猜啊，猜一猜，确实是我要跳，我也没寻思给五金水。我本来金水是往外面发的，你逃过一劫，狼队友自爆了，没到我跳。那你们就再听一听，那五肯定是女巫嘛，对不对？女巫出去了，那么守卫也明着了，你就看看投到谁了，你们就得，找一找，12两个金水，就这样吧，你们再找一找，找一找我的小狼队友，好不好？哦，不对，我是小狼，哎，也可能我是狼枪，找一找吧，过了。六号玩家请发言。那我来找找你的小狼队友，我觉得出在9跟11里面，反正谢谢。哎，刚好谢谢这个让你今夜都好眠的这杯加油饮料，好吧，加油，希望能找到四号。那三号玩家那就只能出错了嘛，四号玩家这么狂妄，那 我昨天确实没判断对。其实我昨天听十一的发言觉得有一点点问题，因为十一号玩家昨天发言说让六号玩家去定一下三的身份，我当时有一点点奇怪，就是他的心里就不会怀疑我是一张狼人牌嘛，去让我定三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十一昨天发那个言的时候让我觉得有一些奇怪。但是三号玩家发言直接打二号守卫，说二号是狼枪，那我认为二真守卫，那三不是铁有问题嘛，就投了三，结果这走了三是个好人，然后四号玩家是一张狼人牌。九的问题是，说实话，九昨天发言我没听太出来，但他最后投了我一票，那他投我，我不能说他是个好人啊，因为昨天二号守卫点了我，那你守卫你可以点我，是九号玩家跟你投了一票，我觉得九号玩家可能有点问题，那最后一狼就出在9、11里面，九号9、11就这轮好好聊聊，我认为10、12都是好人，这轮就先出四吧，好了，或者也没人能归票，因为最后是12号玩家归票。也不一定能就是归到什么小狼，所以四号玩家认狼就出，大不了让带个守卫，晚上狼人刀不到猎人，我们明天起来再盘，刀到猎人我们就认嘛，反正我们现在找不到最后一狼是谁，过了。九号玩家请发言。首先要出我呢，出的不是狼，出四呢，最起码你们出的是狼，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我是个狼我就出三了，我为什么一票票到六呢？首先我听三末之位发言不像一张狼人牌，所以我出不了张三。四是给前这位发言一个过的人，我票四也没有那个理由，你知道吗？我想了半天，因为我觉得那狼坑只有在6、11里面了，我当时心想我觉得十一没有那么像，因为这讲道理三四里应该有狼，但我听三发言又不像，四发言又是一个过，你让我怎么投这俩人？所以我想半天我票了一个六，就是我票六的所有逻辑。
因为三为什么我先跟你们说为什么我觉得三不像三，说了一个对他来说那没关系，你们今天出他读一个，就他那个心态我觉得就是他发言其实还不错的，所以我当时觉得三没有那么像。但四是一个前缀发个过的人，我心想你要是个狼你太不尊重这个游戏了吧，我是这么想的，真的。我当时发言就是我心想你要是个狼你也太不尊重游戏吧，牛肉干哎，他是个拿个狼他能说一过吗？我心想那也不能投四，所以我本来我对六是有点关注，因为六的发言确实是有点奇怪的地方的。我刚刚说过了，因为五是有可能是一个被激发到金水的一个预言家的，但你没盘这一点，你就说可能什么什么怎么样，我点到这点，所以我后来想了半天，那我票个六吧，我这么想的。哎，本来还以为就是万一你们有人觉得我是那个女巫什么点读这张六呢，万一有人这么想的，哎，果然是没有了，女巫肯定是不在了，那我就是个平民。你是说出我就非常的没有理由，我是个狼我能不出这个三吗？我哪怕出一票四又咋的呢，是不是？我出啥六呢？金水大人，反水姐姐，出九号啊啊！不是，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不是，就讲道理，真的，没事，那个守卫能听懂我发言，是不是？哎呦，反水大美女，是不是？关键是。你知道那个是不是狼枪呀？你找出来，我是个好人也没啥用，还得找出谁是小狼啊！加油，跟我没啥关系，我只要把水表好就行了。过了。十号玩家请发言。你是不是忘了上一把游戏我是你的金水，我把二投了呀，还在这噼里啪啦的。那个其实二不应该跳守卫了，因为你是首期平安夜，他是预言家，我是他金水，穿衣服可以穿，而且他说了是三次里面投，是抓不到你的了。那我肯定出四号啊，我肯定让最后一个狼抬最后一刀呀！哎呀，你崩，你就黑黑的崩啊！那个，我觉得是九啊，我觉得有可能是九号玩家吧，好吧，那个。别的也没啥了，那你明狼不出，你秀，别跟我秀高级，你他妈把俺出个好人出了，那不是大蠢驴吗？那不是，那个就出死，过了。十一号晚上请发言。确实是秀高级啊，上一把你说的是谁这么厉害呀？就差说不会是我流盘水又选中了一个平安夜吧？我的天哪！没想到啊，没想到身价二号我先守的，哎呦，那个初四是初四啊，上轮没初四，确实是因为四号玩家说了个过，因为你井上到井下只说了一个过，我觉得只有好人才会说过，因为狼人的话属于滑水狼，非常的不要脸，所以对不对？那这个开玩笑，就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狼枪可以说过，因为就怕大家不出我嘛，这是一个心态，然后要么就是。你想做一个身份，所以我想既然你想做那个身份我就投三，那三投错了是有点小抱歉的，好吧，因为我以为三次是两个。好，那我们先出四号玩家六九 P 一 P 过了。十二号玩家请发言。上一把七投完四之后，然后夜里倒牌他是哼着歌出去的。对呀，那我们就投四嘛，投四最后好人输了我们就一起冲他哼歌嘛，关我们什么事嘛，对不对？他置我们于不顾，我们就冲他哼哼，对吧？我们先出四吧，万一就是根本没有别的狼呢，对不对？把九他，我哪能揣测一个狼人的心思啊，关我什么事啊？有可能就拖一拖呢，对吧？我出四过了。好，所有玩家发言结束，现在开始进行自由投票。所有玩家在我到时候开始投票，慢句无效。三二一，请投票。二号、四号、六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全部投给四号。四号玩家出局，请留言。别看窝了，游戏还能真结束呀，友友们，这拖时间我也不能骗自己啊，对不对？那个。马上开枪，不要急，我在最后谴责一下七号玩家，这种时候不都压手的吗？投四吗？都这样了，都骗五骗成这样的，投四吗？最后还要那么清晰的举一个四，本来三跟四，不是，对，
我都掰不了，他就哎那小胖手一举，哎四，本来他们都看不清，我就看所有人都在看七，我只要投完票，所有人除了七没有人投，所有人投三，一票一看四，哎呀，反水的大腿，一拍大腿投错了是不是？看一下，那就这样吧，最后一个狼队友给我砍。哎，我们第一天饮水谁我忘了，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的那个第一天砍的饮水是猎人吧。我的狼队友想一下，我们的饮水是谁？我忘了，我带二，我带二。翻枪带二号翻牌带走二号玩家，二号玩家充值。还有遗言啊？可以有遗言的。过了。二号玩家选择过了。所有玩家天黑请闭眼。欢迎回来。嗯，最后一个狼，我觉得是九，你觉得是九是吗？我说了，因为刚才我们在沟通嘛，我说九像狼的理由是因为他那轮票不可能去投六的，因为三四是没有发言的，在井上三四一定要好人找起跳位嘛，对吧？只能三四里面避开狼，又要出个起跳位，哪怕是狼枪也在里面投。他没有投三，没有投是投六，而且今天他的说法是他觉得三是好人，嗯，对吧？他觉得三是好人，觉得四是狼枪不敢投。不是狼枪，他说四是说了一个过。哦，对，说过对，那。三十好人我们是听不出来的，三号是攻击守卫的呀。好，天亮了，看看最后一个狼是谁。我们等着给大家复盘一下。给大家复盘一下，本局的狼人为一号、四号、六号、八号，四号玩家为狼枪，守卫是二号，五号为女巫，七号为预言家，十二为猎人，平民是三、九、十、十一。第一天守卫空手狼人到了十号，然后被女巫救起，预言家厌恶是个金水。然后第二天守卫守了二，狼人到了五号了女巫，然后女巫没有撒毒，十号预言家厌了十号为金水，然后五号玩家出局。第三天守卫守了七号，狼人到了七号，然后女巫已经死掉了，预言家厌了十二是个金水，然后形成了平安夜。第四天因为守卫已经守卫被带走不对，守卫空手，因为已经守过期了，然后把狼人烤了，刀了两刀，第二然后狼人又刀了七，预言家验了六是张狼人牌，然后最后一天狼人刀了十二，游戏直接结束了，因为四神一死，二五七十二四神一死。那个镜头先别写，我说句话啊，你说那个刚才忘了那个感谢一下今天给我送这个两个空投的可可、栗子、年年、摸鱼和月月，然后这个今天我说一下，我没让大家弄那个就是夜间的公共视角，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要弄了我和戴氏的视角会丧失我们骗观众的这种体验，然后我自己跟这个锤锤要求的，我说就别发这个公共视角了，然后那个谢谢大家，谢谢这个房管对我支持。没有，我是个打工。我本来看。